赖清德总统啊，他下飞机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穿的身上呢，穿的是这个军服，直接穿上身来听现场的一个操作。那其实今天主要模拟的是主跑道遭炸滑行三十分钟内变身战备跑道的这个项目哦。但是因为呢，这凯米台风禁闭的关系，所以空军的起降。这加热油操作的这些操演呢，今天是因为天候关系取消了。不过总统赖清德还是到现场来视察，来关心国军。Thank you.
聊天。开了。